这些家伙，都出来吧！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和凯然为你献上一份珍贵的友谊。祝你生日快乐！至于某些人别有用心的献上一束玫瑰花，其用意就不言自明了。生日快乐！好，那我也收下你这份友情。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没人娶。哼，就是真没人娶啊，也不会嫁给你。这蛋糕怎么看起来怪模怪样的啊？这就叫与众不同。你等着，本人现实一手。你的头发就那么短？哼，当然我比你还短。仿佛无声无语无云的天，北风在吹，冷云在卷，清纯洒脱的你，红衣黑发，樱唇一点，看也看不够，想也想不完，梦中的长发女孩早已去早已没了。眼前只有你，心中常思念呀。啊，那首歪诗是你写的吧？那当然了，现在真正的诗人已经不多了。你就吹吧。哎，你不相信？哼！哎呦！哎，我看看，是不是亲上了？哎，啊！疼！一下给看见了。来吧。过去无牵无挂一神仙，现在变得整日神魂颠倒，夜不成眠，醋不知打哪儿酸，盐不知打哪儿咸，心里缠着绕着的是那条拴着你我的红丝线。谁是主角？做饭去。啊！来，掌门。好景不常在，时间不等人。过了24啊，赶紧定终身吧。瞧你，你又来了，真是。是祝君，你没进。祝君，你们俩也没进。好，你们局长更没进。去逮呀你！哎，对不起，他是我妹妹。他是你妹，他这漂亮就是你妹妹。哎，你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我要到重塑公司去告你去。哥，真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让你来接我。还这么多废话，嫌我是你哥呢？这安全局警察真够差劲的，这么晚了也不知道送送你，你还不如叫一交通局的警察，等你哥违个章什么的，还能帮我个忙啊。他确实有任务啊。反正一到深更半夜，他就……哎，你再说我下车了啊！哎，好，好，好，算我没说，这么护着他。你呀、啊，以后晚上也别出车了，干了一天都挺累的了。嗨，咱爸不是老了吗？你也不小了，该出嫁了。我趁着年轻力壮，给咱爸挣点养老钱，给你挣点嫁妆钱。等你出嫁那天，我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
一水的大奔开道，卡迪拉克花车。这几年，国际分裂势力的活动愈演愈烈，台独极端分子的活动也更加猖狂。为此，我军近期将举行一个大规模的陆海空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训练，以表示我们坚决反台独、反分裂的态度。周天任是个老牌军统特务，50年没回大陆，偏偏在两岸关系最敏感的时候回来了。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呢？我看不像。周天任的材料我过去查档时看过一些，一个快70岁的人了，离开军情局那么多年了，况且他那套早已经过时了。他这回来大陆能做什么呢？难道军情局没人了，重新启用他？哎，小文，你说是不是？根据郑家初交代的情况来看，像是人到晚年叶落归根。既然是叶落归根，自己回来不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找郑家初呢？郑家初可是潜伏的特务，他不会不知道。他来找郑，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吗？那他就是有非回来不可的理由。大陆近几年来综合国力提高很快，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次演习不排除假戏真做突袭台湾岛的可能。我以为台湾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对大陆这样一个巨人，仅靠几个小国提个议案是不成的。要彻底解决问题，出路只有一个，要肢解它，把它分成十几块，对谁也构成不了威胁。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就是对我们整个世界的威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要杀出一条路来。大陆军事演习对我们来讲，既是空前的危机，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国际社会对海峡两岸的关系十分关注，再过一个星期，那个受世人所关注的西方大国的议会代表团将访问北京，准备就中国参加 WTO、 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环保问题进行交流和对话。这是一个敏感时期的敏感来访，国家安全部领导指示我们对代表团的安全警卫工作要过细，国家安全部门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努力发现看不见的敌人，消除看不见的隐患。下面请我们的军事顾问、前军情局退役上校李秀先生，就这次针对大陆实施的代号为云雀的行动讲一讲我们的行动方略。从整个地形上看，该地区域狭窄，没有战略纵深。从作战实力上讲，它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前不久一些国家的军事专家就一旦他们宣布独立，我们可能采取的几种军事行动进行了沙盘推演和计算机的模拟对抗，他们的胜率最多不过10%，也就是说和大陆直接对抗他们没有这个实力和胆量。我们就是要通过谋略行为让西方大国替台湾火中取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在西方大国和大陆之间点起火来。不行，这样做法很危险，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在背后搞他们，台湾就会失去最后的靠山。再说人家已经有所表示，如果大陆有重大军事行动，他们不会坐视不管，他们的航母战斗队会立刻出击给大陆施加压力。他们的承诺根本不可信，一旦发生战争，他们是否援助还是一个未知数。请大家注意，他们在大陆有着巨大的投资，他们也是一个建立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
因此他们为了石油可以去流血，但是为了我们的自由让他们去流血，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就是要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寻找平衡，来获取他们最大的利益。真正大难临头，谁也救不了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我坚决反对这样做，这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如果非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就要撤销财力支持，并向报界披露。只有经过灾难，才能获得新生。你的这种言行已经破坏了我们的规矩。谁还有反对意见？你们可能还不太了解，周天任是个老牌行动特务，为达到目的，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他毕竟是一个快入土的人，能掀起多大的风浪啊？对他，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局里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组长由丁凯然同志担任，钟晓文和林光任副组长。抽调精干力量，对周天任实行严密监控。这个案子你们直接对我负责，有问题直接向我汇报。说实话，有好几个老处长向我请战，要求搞这个案子，我是坚决把它留给了你们，是想给你们一个和一个老牌间谍面对面较量的机会。你们要好好干呢，不要让我失望。满秋啊，我是爸爸。爸，你要的东西我已经寄出去了，其余的三天以后能够拿到。满秋，我记得你原来有个男朋友叫红月，你现在和他有联系吗？爸，两年前我们在日本见面的时候不是已经说了吗？不再提这件事儿。我想离开大陆，也是想断绝我们之间的一切联系。满秋，我想你这场爱情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吧。可我爱他，如果不是我现在自己的身份，我会毫不犹豫地嫁给他。我离开他也是因为我爱他，我不想把他拖进。满秋，你太感情用事了，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如果我真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那我现在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满秋啊，你和红月还能联系上吗？他一直每月给我写信，我只是偶尔回一封。满秋，我告诉你，红月现在是中共导弹部队的少校指挥官，他最近要去北京开会，你一定把这个人给我拿下来。拿下来？就像您说的，我们之间不会有好的结果，可我也不希望我们之间有恶果。再说您不是已经给我办好手续我就要出国了吗？曼秋啊，你办完这件事情再走好吗？我知道你不愿意干这件事情，但是红月这个人对我太重要了。满秋，就算你给爸爸最后再帮一次忙好吗？满秋，这件事只有你做我才放心。您要我去北京见他？对，去见他并拉近你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那么做？满秋，你平静下来，我会慢慢地告诉你。爸爸，是不是当初您决定把我一个人留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今天的一切了？哎，难为你了，满秋。不，能见到红月我非常高兴，特别是有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红月是个孤儿，
他母亲在越战中失踪了，他一直想找到他母亲的下落。满秋，我们有一个方案。哦，红玉，杨教授，您这怎么了？这是？哎，上街不小心呢，摔了一跤。啊、你说挺干净的大马路上，就鞋底大小那么一块疾冰，大街上是人山人海啊，偏偏让我给赶上了。来，里边请坐。从概率上来讲，机会是微乎其微。想一想，这也许就是运气。这运气可不好。哎。不管好不好，总算是运气啊！哎，小陈啊，今天中午多做几个菜。不用了，甭那么麻烦了吧？哎，不麻烦。我的小阿姨的男朋友啊，就在自由市场上卖菜。我这一摔伤了，身边离不开人呢。黄凯就给他的男朋友买了个 BB 机。我要想吃什么菜，打个招呼，哎，菜就送来了，很方便。请用茶。谢谢。哎，你这次来北京出差？我来北京参加一个研讨班，刚报完到，就特意来看看。2233、啊、研讨班，好。哎，我在军队杂志上看到你发表的一篇《从科索沃战争看战术导弹的作用》，论文很有见解啊。您过奖了。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听您的课，您不是军人，但是您对国防建设的研究独树一帜。您的军事观点在我们那帮少壮派军人中很有影响。我听说你要到我们的培训班来授课，我高兴坏了。我正有些新想法想要向您请教。哎，咱们一起探讨。来，到我书房看看。哎，前几天部队的同志找到我，让我带几个参谋搞一个有关军事演习的战场模拟系统。腿这一摔伤，行动不方便，就把工作室啊搬在我家里来了，把所有的资料都拿来了。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有一个军人梦，可一直没机会实现。好不容易黄凯当了兵吧，可他挺让我失望的。我给黄凯说了，你看看一红月，你们从小都是同学，人家多有出息啊。你说他挺好的机要参谋不干，非要去下海经商，嗨，这只好转业了。不是亲生的，话也不能说得太重。黄凯现在干嘛呢？在一个什么公司当老板，整天呢在外边混。女秘书呢是换了一个又一个。前天说要回来住，我跟他说了，你回来可以，但不能领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正好，他明天回来，你呀晚上也过来，好好帮我敲打敲打他。嗯。周天任自幼在北京长大，有一批三教九流的朋友。一直到解放前，他们都或多或少跟周天任保持着间接的联系。为什么说间接呢？因为周天任自知自己身份敏感，所以跟别人联系无异于让他人引火上身。所以一般他都是通过第三者代为联系。从郑家初提供的情况来看，周天任这次来北京肯定会跟他这些老社会关系们见面。在这些人当中，有退休女工，有饭馆老板，有技术人员，有干部，也有学者。这些人解放之后表现都不错，现在他们已经岁数大了，也都已经离开了工作岗位，离休退休，在家养老。大家看，这位是退休女工赵小月，从1954年开始，她就是劳动模范、生产标兵和节约能手。解放前，她和周天任就是老邻居。还有一位叫任桂喜的，为人老实厚道，从她爷爷那辈起就开一家小食店，到现在为止也可以算得上是老字号了。这些人没有什么可疑活动，而且历来表现都很好。周天任找这些人干什么呢？再说了，这些人离的离，退的退，死的死，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周天任到北京来找这些人干什么呢？难道他只是为了叙旧吗？说不好，也许这种探亲访友只是一种表象，实际掩盖着什么秘密活动。
什么秘密？我也不知道，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先调查一下再说吧。现在大家都已经了解这个情况了，下面的工作要做得细致一些。今天就到这儿吧，散会。如果郑家初说的是实话的，那么周天日此行一定有大事要做。周天日是一个即将行将入伍的。接过来。嘘。您好，郑先生。好，我会尽快解决，尽快，你放心吧。周天任又在催郑家初帮他物色四合院的事儿了。周天任这次到北京来绝不是什么叶落归根，郑家初目前是潜伏特务，他要是叶落归根怎么会去找郑家初呢？他来啊是要做一件事，而且是一件大事。凯然，嗯，你的想法跟驻局碰上了。这叫英雄所见略同。我看不管什么情况，我们必须赶在周天任入境之前把这几个人的情况全部搞清楚。从现在起我们就应该把郑家初提供的这六个人全部监控起来。凯然啊，你说呢？你都布置好了，我还有什么说的，就这么办吧。驻局，您还有什么指示吗？啊，刚才小儿的布置我听见了，这样做比较稳妥。我只提醒一点，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人过去和周天任也许只是相识，不要因为我们的调查工作破坏了他们的平静生活。是是。搞什么呀，周天任那些老的社会关系都那么大岁数了，建国以来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哎，没发现任何疑点啊。可周天任就是要找他们。为什么？问谁呢？哎，咱们林大少爷就这点傻的可爱。嘿，哎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你快进去！哎，你们说，那些老头老太太会给周天日提供什么呢？提供食宿呗。依我看，必须马上查。连郑家初都不知道周天日来干什么，肯定会有大事儿。嗯，对。哎，林光，嗯，前面路口你给我拐个弯。又是你家小温。这么晚了还招呼你、啊？我真有急事儿，真够累的。嗯，小文，累了你就休息一会儿，到了我叫你啊。真够累的。太臭了。没关系，再来一次，我瞧机会啊替你补一下。嗯，冯小文，五发五中，49环。你这电脑是不是坏了？哥们儿，我看你今天持枪证就算了吧，枪在你手里，对人民的威胁比对敌人的还大呢。40环及格，局座最多超不过30环。朱永杰，5发5中，50环。哎，你太过分了吧！就是因为他是局长，这明明没超过30环嘛。你好好看看，
三枪从一个眼里进去的。不可能啊。是你这个技术啊得好好练练的。小文，你摸的情况怎么样了？周局，从对周天任在京关系人的排队摸底情况来看，这些人大概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周天任在逃离大陆前的社会基础，这些人现在已经年事已高，没有从事什么活动。二是在京的一些境外商人，有一些是周天任的家族成员，这些人基本上从事着正当的商业活动。还有一类是周天任的门生，就像郑家初这样的人，他们以各种掩藏身份潜伏在京，秘密地进行着情报活动。周局，对以上这三类人，我们都已经有重点的部署了监控力量，对吧，凯然？嗯。林光，你看，多枚导弹相互配合，对面积不超过2000平米的五层楼进行连续两个波次的袭击，其目的不是很明显吗？就是想要彻底的摧毁整个中国大使馆。说实话，战士们的火气都快压不住了，甚至有人说，干脆咱也给他来个误发射。战士们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作为一个导弹部队的指挥官，那头脑可要冷静啊！我不是个政治家，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我是这样看的：他们是打着人权人道的旗号来推行他们的霸权主义，他们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为他们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不清醒，也来个无发射，卷入这场冲突，那就会影响我们的改革开放稳定的局面，那就上了人家的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落后就得挨打。可这种屈辱对我们这些导弹部队的军人来说实在难以忍受。说到底还是我们在军事实力上与人家有差距，因此我们要尽快地缩短这个差距。所以您才致力于国防科技的研究？最近一些外国军事院校请我去讲学，我拒绝了。我认为自己在军事领域研究成果只适用于中国的国防建设和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现在给我删打，听说里边有个女议员经常和中国叫板。她来大陆干什么？还不是为她儿子竞选的事儿。听说她儿子参加总统竞选，目前支持率还挺高的呢。这跟大陆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一看您就不关心政治。在他们国家，要想获得较高的支持率，一个百试不爽的招就是跟中国找茬。她这次来啊，肯定是跟中国交底的，让中国人别在乎他们说什么，在他们政坛说合作永远是两回事儿。我在美国待了4年，法国待2年，那里的新闻媒体所描述大陆可不是这样。还有比这更好的，像深圳、上海、大连，让你看了无法相信。我刚来的时候和你一样。50年的变化只能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您是来北京做生意的？对，做生意。那得住些日子啊。他喜欢喝两口。哪儿啊，那是孝敬我们家老爷子的。
厂里面拉了个肥活。肥活？大半天挣了1000多块，心里高兴，在外头多喝了点，和朋友搓麻将晚了点，回地动静稍微大了点，老爷子不干了，教训了我几句，我顺嘴顶了几句，我说我都这么大了，老管我，怕吵，咱分家呀。老爷子说分家我也管得了你，我说我改姓。老爷子一听我这么说就不干了，你小子想学台湾闹独立没门，抡圆了给了我一大耳贴子。老爷子手上可有功夫，在厂子食堂揉了30多年面，您瞧我这大槽牙都冻上了，这一下给我扇的。哎，现在想起来也怪我当时怎么说出那种话来的。九叔，你说这个时候大陆警方是不是已经盯上我们了？就在我们的身后。看不出来。虽然说我离开情治部门快10年了，本应该一切都成为往事，可我知道我这辈子永远也摆脱不了两拨人的视线，一是共产党，在我离开大陆之前，用他们的话说，周天任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他们对我恨之入骨，恨不能除掉我。二是军情局，我知道的内幕情报太多了，好像他们更在意我。九叔，你这次回来真的不怕大陆警方跟你过不去吗？不怕，大陆做事情是很讲究分寸的，对我们这些个人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再说我这个年逾古稀快要入土的老头子了，这回踏上故土也就是想找一找当年的感觉，喝上一碗豆汁儿，吃上两个焦圈，溜一溜日思夜想的老北京胡同，再看看那些个还健在的老人，也就死而无憾了。九叔你放心吧，您在北京的一切学生都帮你安排好了。这一点我是100个放心，一直以来你和李潇都是我的骄傲。哎，对了，家叔，李潇跟你有过联系吗？没有。这孩子还跟从前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九叔，您这么急着找他有什么事吗？啊，没有。听说你们那儿挺富的，遍地是大款啊，可是黑社会挺厉害，经常有血案、绑票、撕票啊。我们的政治还是很民主的。那倒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天从电视上看到你们那一个什么机构正在开会，一个人进来就周桌子，一下就周了7桌呀。开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拳打脚踢，又抓又咬啊。一般老百姓怎么样看待大陆统一问题？听说北京人特别讲政治，如果机会好还能当政治局委员，是吗？哎，您可是我遇到头一个敢拿北京人政治觉悟开涮的。拿我们家老爷子话来讲，统一台湾就像炒到大菜，讲究的是火候，火小慢炒，火大快炒。现在你把火扇这么大，大陆只能猛炒快猪锅，这叫隔行不隔理。如果台湾提出独立，大陆会有什么反应？就我们家来讲，老爷子说了，台湾要是闹起来，第一个把我送前线去。就政府来说，我估计就像老爷子对待我一样，抡圆了一个大嘴巴扇过去。秉光，嗯，你说周天任50年后重返大陆，他现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肯定会吓他一跳。说得很质朴，但也切中要害。
明天给我准备一辆车，我去见几个人。九叔，让我陪你吗？不用，有阿坚陪我就行了。你再住，如果你从你们那条线得到李潇在北京的消息，马上通知我。好吧。朱军，您说是不是？别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周天任知道，他既然来了，就一定藏不住，干脆来个明来明去，把自己放在明面上，反而搞得我们不方便。这个老狐狸，哦，还真不能小看他。朱军，我们一定把那家饭店严密监控起来了。好。蔡帮子在什么地方？我实在是不知道。他把人打伤了呢，我们娱乐城当然要负责，该赔多少赔多少嘛。先生，请喝茶。谢谢。哎，其实这蔡帮子你也见过，整个一生混蛋，但时不时的跟我这添乱呢，跟我要钱。他说他这一出事啊，家里老妈和弟弟妹妹啊，没人养活了，啊，合着里外里我两边赔钱。您说这叫什么事儿？这是一点小意思，您收着。你这什么意思？赶快收了，收了。哎，一点小意思嘛。你要硬给我啊，你就得拉我下水。别，您可别这么说，我可没这意思啊。啊，我错了，我错了。蔡帮子伤了人啊，就不能逍遥法外。像他这种人啊，就应该在号里受受性子，不然得闯大祸，把命给搭进去。这事先搁这儿了。黄老板，根据你这儿的情况，我只提三点。第一，这儿除了你黄老板姓黄以外，其他一切不要跟黄的沾边。哎，那是那是。第二，消防通道清理出来，消防设施赶紧配备。对，我已经让人买去了。第三，管管你这儿的保安，别再惹。李先生，您看还行吗？嗯，我的地儿已经定下来了，过两天有两男一女，我的三个朋友来找你，你好好安排一下。李先生，对于您交代下来的事，我从来是不敢怠慢。不过这次这件事儿，万一……那我这个娱乐城可是担待不起啊。黄老板，你忘了你开的这娱乐城的钱是哪儿来的了吧？要是共产党知道了你过去的身份和你干过的事情。啊，不不，李先生，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您的事儿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您一万个放心。红月，你好，我已经辞去了报社的工作，即将去法国。离开祖国之前，你是我唯一的牵挂。离开你的日子，我没有一天快乐过。我是多么希望你能脱掉军装，成为一个普通人，我们一起共浴爱河。还记得我们摘抄在笔记本中的那句宋词吗？换我心为你心，使之相一身。告诉我你在哪儿，我会飞到你的身旁。
一峰，分头走。大地背负的。